小观众们，大家好，今天比较晚了一点，我刚刚盘中连线，各位你也都有听到了哈。我还在呼喊说，台积电不需要这样了啊，因为载机指数啊，前两天一天跌十块，一天跌三块，今天我还在，你们刚刚有收看我这个一点连线的，因为我我刚刚连我连线完，我马上冲过来，我是不是针对台积电红海，我有做一些说明？我说你卖掉要买不回来，啊，结果尾盘今天不错了哈。 啊，今天台积电尾盘目前看 OK 啊，啊，拉了四块钱上来，对嘛？这样才对嘛！你每天怎么宰鸡，指数、宰鸡，指数下割、下跌，不行不行这样子啊！大家大家其实我们要把正向的能量跟各位讲哦，真的，这真真的啊，哎，苹、欸、果最大故障股票做后盾拉回都是买点的，苹果这一次是我。 我在股市里面有史以来看过最大的、最有气魄的一家公司，他花一千一百亿美元要买回库藏股。我算了一下，用台币汇率算是三点五六兆。所以我刚刚在一点节目的时候，我才会大声呼喊说：“观众朋友，你真的不要卖，你卖掉会买不回来。”因为我看到的，就就像我昨天我在节目中讲，我说：“你们如果把股票卖掉了，你。” 因为昨天，期子盘都涨的嘛，啊，是因为台积电压下去，你感觉台积电在跌，昨天是涨四十几家，我才会跟各位讲不要卖，不要卖，不要卖。你有听我这样讲，还有听我尾盘这样讲，你给我加一好不好？我讲到这里很激动嘞，真的，你要留意到三点五六兆不是小数目，真的观众们不是小数目，好不好？不是小数目，来。 啊，往一万八，我昨天说对啊，我们就一步一脚印。其实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档股票，你们要记得扫描哦。你拿手机要拿出来，你要记得扫描。哦。我跟各位讲很重要哦。我一样，你 YouTube 还没加入，请加入。还没有，尤其是 Lite，你要记得扫描。我今天有一档股票，我请各位要扫描，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形态很漂亮，我请各位扫描一下。 我们做股票一样，我们尽量用周月 K 线看大格局会好一点的哈。台积电上次背离啊、嗯，上次在低档背离的三百九十一块五毛，我相信这个这个大家都遇都有见识，这个这个老生常谈了，我就带过去讲五百二十八台积电，然后涨到八百二十六，七百五十二这一次大家有看到吧？有哈。我们跟各位讲七百五十二嘛，从七百五十二涨到八百零二块，是不是涨了五十块钱？ 那其实他这两天他都是利用台积电在尾盘的时候灌压，你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先是灌压个一百一十五点，然后昨天昨天台积电，啪一下又跌了又跌了三块钱，然后指数啪一下跌了四十七点，他最近都是用台积电在尾盘做这些动作，你看我我我一点半来上节目，我这资料早就传给他们了，你你看刚好今天商刚好有点相反。 今天尾盘的时候，事实上利用台积电是有拉上来一些，啊，今天利用台积电是有拉上来一些。那你看，我昨天是不是讲的这个？这这这台积电卖没有道理嘛？因为它已经回补了七百七十四到七百八十二的缺口了嘛。我昨天赖里面也有写到了，你其实到这个位置后是可以买的，嗯，我写的很清楚，七百七十四到七百八是可以买的。你们敢不敢买？我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可以买。 啊、哦，那今天的台积电七百八十八嘛，你刚刚也看到台积电啊、哦，最后还是有拉上来一点嘛。我跟你讲，我在连线的时候一直杀到这里，我真的很气愤。那时候，我就每天每天都搞这种飞机。他们昨天空单多了三万三千多口了，现在空单大概一万七千多口了，所以他用台积电价一直压，一直压，他就希望说指数可以少输一点嘛。但是我觉得。 排骨没有那么糟糕嘛？你们都知道我一点连线的时候，那时候就讲不能这样子，你卖掉会买不回来，好不好？卖掉会买不回来，这也是红海啊。红海五十周以上黄金交叉，你要特别留意哦。哦，以后下次遇到这种五十周黄金交叉你，你你要拿纸笔记一下。所以当时红海整个长大涨了三十七点四八，涨了一百六十一。我是不是有跟各位讲打回六十分线一百四十一块可以买？这个是不是？ 你们也都看到背离，其实这股票啊、哦，我们学技术分析就是不断的复制、复制、复制、复制再复制。从台积电的三百九十一块五毛的背离的复制到一百四十一块的红海，没有让各位失望啊。红海就算今天这几天有回，我昨天是不是在在讲一百五十二块的月线的红海？今天红海最高来到一五九，我都讲在前面了。 你回去看一下，我昨天是不是写一百五十二了？你回去看一下。我想现在有 YT 很棒，他都有留下资料嘛，都有留下资料啊，这微健嘛，啊，微健，我说这个底打的还不错啊。那昨天涨了，那今天微健其实也不错了。啊，整理整理，我觉得你要去看，就是昨日它融资有增加，但是它借鉴也有增加，我就觉得还不错了。 嗯，还不错。你看，我股票都蛮稳稳的啦，因为你看，智商在这样涨，那微电其实底也打的还不错，都都不错了啊。那这是它的基本面，我就不再讲。我我们讲过了，就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跟各位讲啊、哦。那我有提到的一些，其实都是跟其实半导体库存已经差不多结结束了。我要讲的是这一档股票，我很少看到一档股票。 日线、周线、月线，线型同时那么漂亮，我今天为什么要花点时间跟各位谈谈泛红海集团跟苹果有关的政委？一定有我的想法。第一个，他去年赚了三块多，目前的股价居然低于净值，你们觉得合不合理？ 我真的绝对不会，已经来到两万多点了，居然还有公司是赚钱的，赚三块多，他连他的 net 都没到，你觉不觉得这个台湾股市在两万多点还有这种公司，你找得到吗？这是第一啊，我要讲就是股价净值比是低，它不止低于一，它还低低于零点九，然后去年赚三块钱，那这是我昨天把它印出来，当然今天它股价更高了。 啊，这是我昨天把它印出来，这是昨天的五月二号把它印出来的，我就在锁定这张股票。然后这是我今天盘中印的，请你看啊，这叫五十周以上黄金交叉，你拿纸笔记一下。是我盘中印的，我为什么要印这张图？有没有成似曾相识？好像没没沒,没有感觉的。 五十周以上黄金交叉代表什么？我给你看一张的。你其实看我的节目，它就跟连续剧一样。你一定要有，你你你你,你一定要有。哦，在这里有没有？你我请你看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好。我刚刚为什么特别强调五十周以上黄金交叉？ 而且我给各位看的，不是日线，是周 K 线。因为上次红海，它正式起涨，从一百一十七块五毛，这样一口气涨涨涨涨涨涨，涨到一百六十一块五毛，涨了快将近四成，就是因为五十周出现黄金交叉。你把我这一集录起来，你们回去真的可以学到很棒的技术分析。 人家为什么可以从一百一十七万五嘛涨到一百六十一万涨了三十七趴？就是因为周 K 线五十周出现黄金交叉。好，那我一样的，我今天为什么要讲整个红海集团的正威？你看一下红海集团正威，它是不是也是五十周以上黄金交叉？它是整个泛红海集团，它是一个收敛三角形。 刚好是第二十一周的时间转折，五十周出现黄金交叉，你觉得我要要不要不要提醒各位一下？所以我说，一档股票你要让我看到日线上出现，哇，打完底部，这底很漂亮，然后让我在周 K 线又看到二十一周的转折，又看到五十周以上黄金交叉，其实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一档股票可以同时在日日线、周线都出现那种强烈的，我我我不会讲了、啊。 有些会在日线上出现买讯，有些会在周线出现买讯，有些会在月线。像你当时看到手罗门四十一块钱，就是在月线出现买讯。然后你看到三百九十一块五毛的台积电是在月线上回到五年线出现买讯。你看到一百一十七块五毛的红海是在周线出现买讯。我跟你讲，我再给你看月线更不得了。这叫正位。 你不要有错觉，这、就是同一档股票。所以我昨天我一看到这张股票，我吓了一跳，我就仔仔细细去把它基本面稍微研究一下，我发现不得了了。我是没有想到苹果它会它会说要扩张股票一千一百亿，但是我知道五月七号苹果有一个线上发表会。 就把线上发表会的内容稍微去浏浏浏览一下，我想我、哦、今天我不跟各位讲这张股票，我怕下次压不住了，会不会变所罗门第一，我不知道。这是他今天的走法，我盘中我就硬了。事实上，他是这样子走的，嗯，就大概在这附近啊，蛮、嗯、强的。为什么今天他会那么强？我给各位看一下，你看这则消息，我转述了，我觉得可行性蛮大的啊。 因为苹果在七号会有个线上特别活动，一般预料，它会发表全新的 iPad Pro，还有 iPad Air 和触控笔。那市场有评论认为，iPad Pro 至二零一八年已没有大幅的升级，全面升级有望带动新的换机潮。那触控笔这一次在苹果的春季发表会里面，它的主视觉的图像中。 重要性，啊、哦，啊、哦，你你你，你也看到了它的重要性，那就有市场在讲，有在传说，正威，当然他还没有正面的回应呢、啊。这触控笔是 iPad 系列独家的供应商，你把这则消息你大概了解一下。我把整体的架构，因为限于篇幅哦，因为它有太多的内容。 我才会跟各位讲说你，你你其实如果说要看我节目，我可以花时间跟你讲。像我今天我这个基本面，我就稍微要跟各位讲一下，因为太重要了。你想想看呢、啊，苹果盘后要涨，其实有有两个原因，那因为它业绩也不差，它宣布要用一千一百亿美元。 实施库藏计划，我算了一下，以今天台币的汇率来看的话，是三点五六兆要买回他的股票。这个规模是史上最大的，没有其已经没有更大的，就就他就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有气魄、啊。你说你要叫台湾任何一家公司要花个花个上几亿元去买自己家的股票，有时候都算盘都打来打去，他一次三点五六兆。我说你要不要给苹果拍拍手啊？厉害！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知识一点一点累积，创造财富，创造奇迹。那我刚才也说过的，这个从五月七号有一个线上特别活动啊。最新的 iPad Pro、iPad Air，这个这个大家都有在讲啊，市场有在评论哈、哦。从二零一八年以来就没有大幅的升级啊、哦，所以也有可能在这一次的发表会里面。 正威，正因因因为什么？我觉得正威很重要，因为苹果供应链有有大洗牌哦、喔。台湾的厂商有两个进四个出，那大陆有八个进四个出，那正威还是持续在苹果的供应商的名单里面呢、喔。那各位都知道啊、喔，那一如果说这个触控笔真的是正威拿到的话，对他帮助就是当然是最大的，因为它独家的嘛。还有。 你们也知道，说苹果现在那个接口已经不是以前的苹，它已经是用 USB Type C 嘛，所以这个对于郑威来讲也是利多啊啊！本人苹你现在其实上一代的苹果的这个接口已经全部改成 Type C，了各位应该也都知道。还有一个、哦、你要了解哦，它有转投资这个深威能源嘛？那深威能源的离岸风电的总工程款是五百二十亿，那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入账了。 那二零二四年到二零二五年，那个政威它认列的金额会一路的成长，为政威的这个这个营收啊，就增加了一个。你你我营收，我,收我因为我我认列你的营收嘛，你就会让我的营收会等于说是有一个保底的作用嘛，对不对？那法人预估升为能源的离岸风电去年大概预注增为八十亿左右，那今年的该笔的工程款有可能增加五成。 也就是原先是八十一的，可能会最近会增加到一百二十一。那你说正威是不是受惠？所以他转投资很漂亮啊！再来哦，他还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呢，他有一个生产据点。那主要的客户就是台达电。台达电今天今天也刚好是法说外资把它调升平等嘛。他主要是做这个充充电桩的这个这个这个外壳的机构件，是主要是供应给台台达电的。 这个基本面我也帮各位找到了，所以今天的这个这个看一下台达电哈，今天台达电表现的也不差，因为被调高平等嘛，好被调高平等啊、哦。那另外来讲的话，你要想正微转投资的维喜啊、哦，那有人在问说这家公司你们比较不只比较不常听到哈，维喜基本上来讲的话，它做的也有类似，它是做电器电器的这个电源线插座的转接头。 这些人啊、哦，那你知道他持有维喜？你看维喜的股价创了六年来新高，六年来新高。我问各位一下，我问各位一个，我我问各位，你如果买股票，你是买在十一块多的，那现在股价来到六十几块了，你会获利几倍？正微转投资的这个这个维喜呢，持股比例。 总共有四万七千五百七十六张，均价是十二点一二。今天尾起创了六年来的新高，大概涨了四百多趴。你你你有没有似曾相识？我当时在解所罗门的时候，四十一块所罗门，我是不是跟各位报告说他要转投资新门？新门一路飙嘛。其实正威也有类似这一种转投资。 你要是你的股票是买在十二块的，今天涨到六十二块，你鞭炮会不会放？人家有四万多张，所以说郑辉真的是严重被低估。你，我再给你看，三月营收是年增的，然后去年 e p 是三点零九，一家公司三点零九，来到两万多点，现在股股价才四十几块，而且还没完，他的子公司永威投控。 去年买进正威七千张，去年买均价是四十二块钱，以今天收盘价来讲根本也没涨，当时就花了三亿去买正威买七千的，你知道吗？正威的净值是五十二点二七，目前的股价净值比只有零点九，你说，所以为什么外资会不断的去买它？观众朋友们，你们做股票真的啊。 你看外资为什么最近最近会会去买它，买它的价值嘛？那么多公司还有没有赚钱的？你看说底打的漂不漂亮？你自己看嘛。这个底打的没话讲嘛。我讲句直白一点，我画一条线给你看，你就知道了。我为什么今天要跟各位讲？有没有看到？我希望你有看到。 这叫做下降压力线，这是日线上的下降压力线，这是五十周黄金交叉的周线，刚好第二十一周。我我弄小一点，因为他们每次都要弄好大，我们不用那么大哈，我这样画给你看，你看得到吗？ 不要说你看不到，这不是底，什么叫底？这头肩底打得多漂亮，左肩底右肩，所以我才会讲说，你你股票，你要遇到这种线型好的，日线上没有问题，周 K 线五十周出现黄金交叉，跟红海一样的，月 K 线又出现头肩底型的，本身自己赚钱赚，投资的又是大获利。 那居然现在低于净值，我给你看一下有没有低于净值，你自己看就知道了。五十二点二七，五十二块的净值，也就是说我今天把正位清算掉，我有五十二块了。你自己看股价净值比是不是零点八九？你们觉得合不合理？今天台湾股市来到两万多点，居然有一家公司是你看。 去年赚三块多的，股价净值比还还还还还低于一的，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你你们怎么选股的？你们口口声声说你们你们希望有没有办法再找到类似所罗门这种股票？我说找到所罗门又怎么样？找到所罗门又怎么样？你看所罗门当时是不是从四十一块这样开始涨？你也很清楚嘛。 你现在问我要不要再继续做，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人家当时底行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讲了，对不对？我我没有说尝试啊。那你看看当时他，你不你当时从日线、周线上看都是一样，啊、哦，都是一样的道理。他当时也，这是他周线上当时的一个走法，这是他日线上而后的走法。你看一直这样往上跳，这叫所罗门。 那今天跟各位报告的，我我我我认为说你的，你那你要问我，因为所罗门后面是因为那个机器人可是为什么我看好正威的原因，我就问你嘛。那真的触控笔是他的呢？你们要怎么买？人家今天苹果，我当然知道苹果已经大家很久没讨论了。可他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当下愿意花一千一百亿美元要买扩张股票？ 他要把失去的找回来，也就是很多观众朋友们一直讲说，为什么我股票做不好？你们想把失去的找回来？我的节目我也不尝试，我觉得好的股票可以跟各位分享，因为正威不是小股票，是大股票。那我也跟我今天尾盘的时候，我讲的也很白，我说每一次台积电样被压、被压、被压，我我为什么？我现在我不知道现在看直播有多少人。 啊，两百五都差不多这样的。你们如果一点有收看我的节目，我那时候声嘶力竭讲说，千万不要卖，不要卖，不要賣，你卖掉会后悔。你们自己就看下去嘛，哈。你你你你慢慢看一下，你觉得它价值会价值多少钱？现在才四十几块。你们要问我，你说你要我在整个苹果系列里面，从红海以外找到。 更符合我标准的股价又要低于净值，当时红海也一度有低于净值的。坦白讲，你们也遇到过。我时间快来不及，啊，就不讲。红海曾经有低于净值，那现在正威低于净值，转投资的又那么漂亮，自己公司又争气又赚钱，赚三块多。我告诉你，很多没有赚钱的股票都好几百块的，你们自己都知道了。 而且外资连续买，最近外资还在买它。二十一周的时间转折出现头肩底型，五十周出现黄金交叉。啊，最后这一档，你现在拿手机扫描一下，背离有没有印象？三百九十一块五毛的背离的台积电，啊，我们也，然后一百四十一块背离的红海，那这档是谁？ 你们扫描，你要记得要扫描哦，扫描，扫描完跟服务人员联系。因为我觉得你们如果够用功的话，我跟你讲才有这个道理嘛。你们如果不够用功，你连扫描都不愿意扫描，你连加入都不愿意加入的，我好的股票我怎么跟各位分享？你今天扫描才有哦，我不公开哦。五月 AI 的大黑马，一起来努力哦。 这是我学过技术分析里面，这叫旗形整理哦。旗形整理，它的意思就是说，我这旗杆多长，未来我这里就有多长，很可怕、哦。又看到旗形整理，又看到背离了，就这一档。你只要做一个动作，我会让你知道。你要扫描 liet，我刚刚才会讲说，你还没加入 li liet，你又利用这个周末，你赶快扫描。 我可以公开的，我可以公开。比如说正威，我明明知道苹果，苹果都已经跟你跟你把标准答案讲出来，我就不用隐藏了。我最看好除了红海以外就是正威，会不会变成索罗门第二？你们己去去持续看。但是这张股票是，是我希望你们扫描，你们才可以得到，因为大家彼此嘛。你们有订阅我 YouTube 的，也也要让我从 YouTube 要往一万八迈进。但是最近 l i t 的扫描人数变少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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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这一档股票的，你就扫描，你就扫描，你就扫描，还没有加入我来的，赶快扫描一下。你问我涨多少，我已经跟你讲答案了。这里涨多少，未来这里就涨多少，这叫骑行整理。我学过的技术分析，我都只讲你不要说到时候这一段没赚到。 我跟你讲，这是周线哦，这周线很可怕哦，它绝对不是跟你涨个十趴、二十趴、五十趴起跳的。扫描 light，扫描 light，扫描 light，会给各位答案。谢谢，预祝各位周末愉快，谢谢。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